你们有谁刚好家里也有泰迪熊，想送他出国旅游吗？我可以给你们打折，附赠七天的早餐。啊，你想要吃早餐？所以你讲有人开8000块，我你带一只泰迪熊出国去佚佗，所以不是你头壳破皮，是因头壳破皮。这一只是我失恋18次的时候买的，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失恋过，因为我再也不谈恋爱了。